零售哦，那就是他整体的这个音乐的 groove 掌握的是很好。那就是如果说再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讲的话，我会建议他就是在以 rock 的这种律动啊的二四拍小鼓可以再做强烈一点。做强烈一点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凸显出他这个摇滚乐他的这种强烈的节奏感。但是给他的这个建议。